大家好，今天的即兴中国话，我们用往心里去这个词语，这个短语说一句话，往心里去。这个人짧은단어짧은문장입니다합성단어라고말해도되겠습니다그럼别往心里去，往心里去，心마음속이죠마음속往에두다그러니까마음속에가다는뜻인데요번역하면매두고걱정하다는뜻입니다그러면다시말하면개의하다는뜻입니다우리가이전에변제이벼죠제이개의하다혹은신경을쓰다신경을담쓰다하는뜻입니다그럼본문을읽으며깊이있게이해해봅시다这事儿别往心里去都是我的不好这事儿别往心里去都是我的不好这事儿일반적으로구해서는의화합니다의화하지않아도됩니다这事别往心里去都是我的不错都是我的不好这事儿别往心里去이일을개할필요가없어요혹은이일을마음에두지마시오모두저희잘못이에요잘못이에요그뜻입니다都是我的错제가잘못했다는뜻이죠最后再一遍这事别往心里去都是我的不好好那么今天的即兴中国话我们就说到这里下次再见